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前阵子有看到一个新闻，士林夜市的观光客越来越少，我就想到啊，既然观光客变少了，那么士林夜市的娃娃机会不会变得比较简单一点呢？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士林夜市的娃娃机现在到底好不好夹，那就跟着我出发吧 ，Go！我们把那只丑丑的皮卡丘夹在那个小石块上面，然后再打卤味。什么叫丑丑的皮卡？这只啊，这只不是。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嘞。把它二楼去了。不好转。希望可以捏饱它出来。嗯。然后这个，这个，哦，多呢，可以捏，太脏，这样摸着摸着应该就出来了，哎，太少，再多一点就出来了，嗯，哎，他吊牌出来了，转了一下。你被那个卡比兽给到了，啊，要太多了，我丢，哦，他自己自杀滚出来，哎，是他自己自杀的，哎，这是哪一面来的？这面是对的吗？对呀，第一只自杀出货。来试试看这个长得很像 AirPods 的耳机。哎，哦哦，你把它推回去了。好慢哦，这个。对，我有点爱捆。我要给超级大手。哎呦，不错哟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呀，可惜。哎呦，你好强哦！不会，不会。你打下面那条不会？是打下面那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可以吗？好像打不到哦。对啊。你看，被我压下来了。有全包，快丢！快丢！哎，差一点点哎，从后面用推的吗？滑得出来吗？啊！好像有机会了耶！对，突破，突破了！加油，加油！突破，突破，突破！啊！哈哈！出来吧，出来吧！哎，还不出是谁了？这样子都不会出哦。它有点卡在那个筷子里面。该出了吧？Ouch！ 想说要突破筷子台的说，想到了。哦哦，要夹回去了。拿错了。对啊。这个筷子台好恐怖哦。它的那个间距有宽有窄。对啊。真的是太强，哇，超级大甩哎。就差一点点，应该要出了吧？毕竟我是这种对蓝牙耳机高手，小杀手。为什么这样都捏不起来？有吗？没有。有。出。哦，哎，怎么又在那个洞？对啊，有点生气哈。哦，出了！好险！这个不用看也知道，跟真的会差很远吧？不过出货就爽。真的。说洞口。带我回家。当爆爆的。日本直送，真的假的？我家有音乐，还有音效，很活泼的感觉呢。
先把这个夹过来了，好快！哇哦！哇，我都帮太祖拉到后面去了呢，我觉得应该打补位的。我这个超级大甩哎！没错。延迟收爪。你很生气哦？我不喜欢有延迟的、啊。全包，我就哇，搞丢牌，卡丢牌出货，怎么办？怎么解？不知道哎。你不能往后，往后他就掉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他这样下不来。哎，多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们真的带他回家当抱枕的啦。嘿嘿，夹这么大只了。哎，他是那个叫什么毛怪吗？翻眼怪，然后穿毛怪的衣服啊。耶！多少钱？30块又出了吧？差不多吧。你是勾吊牌。出就出，不过我们没有袋子。哦哦，每次都不带袋子出门。而且我是坐捷运的。哈哈，我是坐捷运。哎，对耶，好巧，真尴尬。看到了这个小花的。像胸针类的吧，我记得好可爱哦、喔。感觉我不知道在哪里看过，现在看，那边给他们说。喂，喂，好多二个都扔掉。在前面这边。好啊。来出了吧！哇！我好强哦、喔。对，再拨一下，拨一下。啊啊，包刀就落袋了。我帮你拿。你要什么颜色？随便都可以，好会出的那一个。你在干嘛？先习惯他的拍子。出了吧？别针啊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我和你实力的差别。大头，你真有种！我要夹那个熊猫哥，夹小兵。哦，我猜错了。没有默契。哇，你刚好插进去他的吊带里面，那可是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哇，你就是插进他的眼袋，你好强哦！开玩笑的，寡子控制的能力好不好？扣他眼罩过来，过来，没有哎、欸。你好强，你真的动不动就想要去扣他那种袋子。可是他不服啊，扣袋子不服。欸，你又戳进去，你真的好强哦。他一直在原地耶。来。没有服哎，他不会服吗？来了，出来就会好夹一点。乖，不要丢回去。哎呦，哎，他做跷跷板。管是那个枕头啦。可是你把它夹走，好像这样又挡板又太高。哎，他下沉了。哎。再勾一次，出货。那不是说勾就勾的好不好？啊，还好还在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真的勾的好强哦、喔。好出啊！哎、欸，别回去，他现在好像在坐在游泳圈上面。坐在那个毛怪的眼罩上面，那颈枕上面。眼罩嘞。啊！别跑！出！耶！要不是那神奇一勾，可能没有办法出货哟。好好笑哦！大只吧？超级大只哎！这次来都夹这么大只了，然后我们没有带袋子。耶、yeah. ！你要哪一个？随便好夹的那个，好粗的那一个。好。
对我来说每个都一样好吃。啊，你说淘宝店吗？你给我住口！不会吧？他就一个爪套。哎呦，你用推的是吗？没错。啊！哎呦哎呦，他为什么那个袋子看起来那么小？有袋子了，打开看看，感觉看起来好小哦。就是黑色的比较偏小嘛，就跟有些人会穿黑色的显瘦一样啊。哦，你在说我吗？对。耶，可以装了。嗯。我们来想想这只大眼怪。对，我们前面。你好，他掉在那个洞，掉进那洞，你也跑出来。哦，你捏很薄了呢，再薄一点。勾吊牌出货，又一个勾吊牌。傻眼，运气好。回家喽！嗨，我们在提供室，因为我们想太多娃娃了，我们不想做绝育，然后我们就来玩玩这个新玩意，还蛮好玩的耶。竹北有吗？没有，新竹县长加油一下，这很方便啊。我们新竹都没有 Ubike 了，好方便哦。台北，这安全帽真的好臭。欸、对，多谢了，你们安全帽干得好臭。回家，拜拜，拜拜。这集去4024玩娃娃机的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次就抽巨无霸小小兵，想要的记得看片尾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生活就是要简单放松，随心所欲。我们就下次见了，大家拜拜。